三分之二拍嘛，然后这个是赛的三分之拍嘛，然后再加上多少？一加上赛三分之二拍，然后碰赛的三分之拍，其他都是三分之拍。好，那这个也是一样，二口赛的三分之二拍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口赛的三分之拍，然后再加上，这个是减掉，这要小心哦，这一定要小心，减掉。加上三分之二拍，好，那这边的话是赛的。